现在中国有吃米饭了，面喜欢吃啥子就吃啥子了呀。 脱贫致富，今年子就是要得富带托，托付治病，那个他们都是老百姓要带头抓来。啊。农户都是村民，都是大家都是脱贫，今年子就。哎。 就是几户几户之家的老房子。这个村的话，产业路有条产业路直接去不到，我们上规模吧。这是一个重要方面。第二方面的话，我们这个都住的是小洋楼，还是老那个安都自己的地方。对对对，不需要很远。到小学到小学，这部分还是要去的。 换了的，这边这那个刚才那个旧房子的主人的啊，这就多大没得灰了，嗯，方便得很哦。来来，原那个那些旧房子啊，哎呦，没法，我们。 嗯，现在共产党给我们解决了。咱怎么出去呢？就出村。我们出去啊，就赶路，十面，有小私车。私家车。私。啊，都装多少年的？